我刚好吸到两个，你可以去换了。OK OK， 这边还有一颗。哎呦，我自由 C。哎，我们来，要拖一个引擎，拖引擎。哦，哎呦，换我们喽！团团，来，我要跟在你旁边了。那我要先回去啊。那我要跟你一起回去。那个，哇，我们要还要铺路回去。我有。来，我也来铺。哎呦呀！好好。哎哎。看一下。没事，很怕，差点被炸死。这个苦力怕保一下哦，这个要保好一点。看有你有没有东西可以保。我要回去换人吧。好，多换一点。那个酱油可以跟那个泱泱去防守或者抢中间。嗯，来，你自己选一个门。好，选后面好了。饿死了。团队羊毛是什么呀？就是所有人都有，所有人都有吧？你买了之后，所有人都拿到。欸、对，完了。嗯。怎么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买了八九十个头盔，太多了。他那个缺头盔啊，跟我讲啊，我是头盔达人啊，想要多少头盔都跟我说。太强了，了解 ，OK。还有人那个没有头盔吗？嗯，跟我讲。嗯，哎、欸，要了就给你拿。欸、人来了、哦，杨洋给你用附魔好了。第二个人要来了、哦。啊，你们这样子有很多头盔啊，尽量用。我要跟巧克力走了。杰克是杰克。要叠书柜吗？还是不用？可以啊，这样附会比较爽。我这样好像变态，我一直跟在你后面。应该也还好，反正我们头盔那么多，大家那头可以弄得很强的头。哎、欸，进来了，救人！进来好，走！哎呦喂呀！别这么快啊，我们进不去啊！死掉了。OK， 他没有附魔。好，我赶快来附。这个装是不是有点强？那个啊，我知道，泱泱，你可以帮我们附魔。嗯，我跟团团就先走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情侣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。是的，我们不能分开。虽然我们现在就分开啊。你走太慢了。好了，我走快一点。哎、欸，暴君的效果，我没有感受到、欸。你要杀十个才有啊？要杀十个才有。哦、对，所以才说那个要杀有点久。对。哎、欸，外面这是什么？这两个至少我们要先在。哎、欸，有人进来。嗯，这附近有人哦。对。酱油，你守好。你想干嘛？啊。我去拿一下钻石。好，跟你走。这就一条路，酱油找到了，回来了。你不用这样，哎、欸，他来了，断他后路，好，断他后路。有，哎，他丢什么？他丢坐着。反正你看到羊毛破掉，跟我讲。有，干掉。然后盾牌。哎、欸，如果他，我们要，哎、欸，我帮守护者嘉玲。哎、欸，嘉玲为什么？我在打他。哦，好。他直接冲过来，直接打。嗯，那个你有羊毛堵一下吧。那个哈基也那个、哦。哈基隐形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哈基被炸飞。笑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太闹了吧。可怕哦，恐怖哦。三颗。啊，我也要赚。你也可以那个。好，我也要那个衣服。你几颗身上有几颗？这样你手下、哦。没有，我身上没有。啊我去换，对，哎，情侣联合技能怎么用啊？拥抱，先拥抱，靠近几个玩家，哎，只有我们一对啊！拥抱就一起死了，抱一抱啊！哎呦，你太热情了！拥抱啊，抱啊！热情到一抱就抱，三恋爱总是死得快的，傻眼。太爆了吧！超爆哎、欸！很爆！地上有人掉装备哎、欸，这不是？我们刚刚好像有掉一点，地上有人掉装备，就我们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对啊，赚钱喽！赚钱！捍卫我们的苦力派！他们都来了！加派！泱泱那个武器哦，剑先弄个附魔剑。
他技叠很高，他想叠天桥过来。哦，哎、欸，繁星，繁星，你没有偷，我给你，我很多，随身携带。好。繁星，你所以团团你在哪？我在最前面了，我在最前面。好好，我也过去。好。他记在上面哦。他叠空桥是不是？啊，下去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打他！亏你能来到这一关。但你接下来就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团团的呢？要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耶、欸！哎、欸，情侣联合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帽子？团团，你没帽子？我有。哦，谢谢。你帽子真多啊！随身携带。我们去前面一点断他的那个桥、哦。我想说那个。我们直接打了吧，直接打了。我也来了。哎，隐形，有隐形。哦这样都对，哈！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好强啊、喔！哎呦，没有强啊！他想偷偷打我。他给我，你去前面，他给我。他有六个，给你。哎、欸，这给你，哎、欸，生日蛋糕给你一个。酱油过去了，能过去了。生日蛋糕来了。好，一起吃会增加，还没饿。对，还不行，我妈的饿一点。想干嘛？想打我们家，好，要气哦！给你，我冲过去啦！这样有没有木剑？木剑挖掉！小心！你会掉！我几顿了！没事，我的钻装没掉。啊！你们分手了！哇！换对象了！哎哎，哈基过去了，哈基过去了，酱油。酱油算什么？我来了。中间要不行了，酱油靠你喽。那我是不是要？你抢赌后一点。啊。他们都有附魔武器啊，我们都没有啊。对，央，打不灵啊。沙尘暴。沙尘暴是怎样？忘记了。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弄到满附魔的台，你这样30等太久。我的台已经用好了。你的台，而且我也30等了。就是还有哈基，还有哈基，哈基去了。哈基，还有哈基，哈基刚刚在里面哦。啊。哎，有人进来了是不是？对，哈基，哈基刚刚在里面。哎，如果他隐形，我丢圣雷他会中吗？他现在不会隐形，他现在不会隐形，现在不，他现在没有隐形。有，哎，他在外面挖，他在。你就直接圣雷下去算了。哎。想挖我们家，啊，他死了。换对象，亲密度归零。你们要重新培养感情。哎、欸，那个酱油，酱油你在哪？在中间，这给你。这给你，你跟巧克力一起吃下去。可以的。生日蛋糕。等一下再吃，酱油站出来。好，酱油你在哪？我在这。来出门。好，出门喽，探险。情侣联合，我差点要死了，探险，然后你就不见了。好了，我刚刚也被炸半颗心。哎、欸，他刚好正中我的头、欸，哎，这什么、啊？好痛哦！有买有保障，银行保单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我获得一个这什么、啊、名牌衣，从哪里拿的？钻装钻啊！我死了。已经来到我们家门口了啦！大家，哇！哎、欸，没有，那个泱泱，哎、欸，那个泱，我想说我要偷。OK。守护者没了，泱泱是小三。泱泱，哎、欸，那个就家里的先那个吧。不行啦，小雨附魔装叠起来了啦。嗯，就泱泱，我们有附魔装了吗？有，他有附一个弓出来。强势。我把我的啊。泱泱，我们要剑。有我在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剑没有东西，所以我就重看了。几把？撒娇不要！哎，怎么办？他排挤我啦！可以啦，我假了。问号、欸，你们要增加亲密度啊！我这个风力才会增加哎、欸，赶快增加！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打不过啊，重点是打不过啊，他们都全套附魔。你们只要有信心，还是打不过。然后慢慢增加亲密度。我有。看一下哦，哇，他们这样跑到我们上面喽、欸！他在上面，怨恨度410，他跑到我们上面喽，破窗效应。他举着盾，小雨来了，
线。哇，多一个，多一个人，哇，哎，他们这直接来、啊、来到我们家了。不行啊，打不赢啊！已经到我们家了，已经到我们家了。有人吗？有有有有。我们这边有人在偷袭，我偷袭他们一个了。啊！但我们家下面可以防住吗？嗯要绕多远啊？哇，我觉得是不是惨了？打他，把他打出来，把他打，你要卡在他前面，你要卡在他前面打。哇，我被炸飞！哇，阿贝，阿贝，有有有有有，可恶，可恶，气气气气气，有武器吗？用火帽哎！所以刚刚说有剑，有弓字弓在哪？弓在有。哎，小贝，因为你去附魔不是吗？强小贝后面在哪？哎、啊欸，可以帮我买个那个吗？嗯、没有啊，他在拿这个。帮我买个方块的，方块的。我捡到红绿灯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我动了。哎呦，我明明就没有动。可以帮我买个方块的吗？全体方块的。好，我等下帮你买个，我现在不能动，我现在不能动，动不了。啊，完蛋了，我死了。动不了，我现在动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死了。绿灯，绿灯，可以动。这样你先在这的时候，你在一楼看看着外面有问题。巧克力攻，巧克力快快快，攻这里，攻这里。有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哦，好好好。那个央央央央，是是是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们要抱一下了吗？哎、這個欸，在哪里抱一下？我要去偷，所以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。啊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拿这可以吗？我要在楼下吗？我刚才在偷、欸。哎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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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放下放下放下，有暴动吗？暴动了。那导游可能晚了。他有增加吗？靠近即可完成。OK， 来不及了，我们分手吧。哇塞！拜！导游，导游，拿着，好，我拿。洋洋的爱，抢资源，资源可以再抢一下。哎，白痴，跟我！你干嘛？你被炸死了！我已经过去被炸到啊！可惜，可惜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好像增加。哦，了解，了解。我想要上去买弓箭。箭矢。先不用，先不用，先不用，先下面一定要有人守。啊。没什么好的附魔哎、欸，哇哩哩哩！我怨恨度好高哎、欸，你看出灭了？这样很棒啊，很好啊！我吃醋。剪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家里有人还在打，他在打。家里有人吧？对，酱油啊，酱油，我雷到他了，可是来不及了。酱油，他埋在里面，他埋在里面吧？他埋在里面。对他刚自己投进来的。他把自己埋起来啊！的偷影啦！会偷，就是这个。就是这本机，本机的，哎、欸，本机跟哈记两个一直在偷啦，可恶，很会，没有你不是就说守住门口看看？对啊，我守着呀，我刚刚看到那个羊毛，羊毛，他们真的偷的技巧比较高，对他们比较会偷，羊毛自己读起来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是特殊事件吗？羊毛怎么会自己读起来？我不是跟你讲说羊毛，羊毛爆了就要跟我们讲，没有，他没有爆，因为他是。变多了，补回来了。我操，变多了，这是特殊事件吗？而且补回来的颜色還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一样颜色，一样颜色。好，我们拆我们的吧。上去，上去。玻璃片可以拆，怎么现在才讲？哎、欸，玻璃片可以拆，怎么现在才讲？我们光过去的时候，本地才讲。对啊，本地才讲。有啊，那个剑上面它可怕有血。啊，是啊、哦。玻璃片，白色、蓝色的。哦，那这样子要多堵一个地方了。而且它其实一打的话，有那个破窗效应，有成就。啊，所以要前面先乱破一个啦，这样就不会跳成就。啊。先把自己架。对啊，先把自己架弄一弄这样。嗯。而且你知道刚刚那个拥抱，我跟团团一个拥抱就爆死了。直接爆炸，然后你的装备，你的装备掉一地，我就去捡了。捡傻眼，有吗？有吗？我要爆！超夸张！
的是有什么啊？这个行程模式有问题啊！都怀疑那个流星都是瞄准的，流星超会瞄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刚刚很扯哎、欸，后面那个什么小柯宇跟我结婚以后，然后小柯宇说走，我们去探险，然后一颗陨石就砸到我头上。我觉得陨石那个感觉有点指定滑。打了。没懂，对谁愉悦吗？啊！瞄准，真是瞄准。我跟嘉友那时候在疯狂往前开心的走啊，然后也是死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他是瞄准你啊，然后砸到。哎、啊，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来下去。喊喽！不玩不玩。我急。太好笑了。哎呀，我死的好冤呐、啊！好，好，玩很冤。这是克夫吗？克夫真的克化的是他是克妻吧？他瞄准他的陨石杀了我，一起都会死。你该去死啊！你他对啊，守家，我们就说有什么跟我们讲，然后就说没有啊，都没有人啊，就那个方块变多，想说应该是特殊事件。